接下来我们看肖邦呢，他作为钢琴教师、作曲家和演奏家。那么肖邦呢，我们的刚刚我都已经提到了这些了，他可以为他的教学呢收取高额的学费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。而且肖邦呢非常喜欢的一些小型的高级社交群体呢举行音乐会，他在教学中呢也为他的学生们呢创作了一些练习曲。我们都知道肖邦的练习，刚刚呢我其实在前面呢已经谈到了肖邦的一首练习曲，就是这个曲子。周杰伦那朗朗都弹过的，大家都会听到的。